我甲家己绝对无做啥物偷来暗去的代志。那安尼现在有人看到恁两个互相咧脱对方的衫？阿伯，我无想要回答你这款无聊的问题，我嘛无想要甲你的糊涂做辩解。阿哥，请你小可用你的常识来判断一下，我的巴肚已经五个外月啊，之中下半身的伤也未好，请问你，阮是要安怎做些未见效的代志？爸，你即马无话通讲啊吼！今日日时，你甲志忠两个人咧房间，是毋是做出啥物未见效的代志？爸，你讲我甲家己做未见效的代志，你能讲较清楚无？莫搁甲我提醒啊吼！敢一定爱我叫人情落来对质，你才会肯承认？我知影你的意思，又搁是林安娜伫咧西龙对无？志忠，你是查甫人，爸爸袂怪你。严格崩家伊，我也不管你以前是啥物款的底，你是啥物款的出身。既然你即马伫来阮家，你一切拢要照规矩来，做人就要清清白白。爸，请你莫针对家伊好无？我即马真严重向你澄清，我甲家伊绝对无做啥物偷来暗去的代志。那安尼现在有人看到恁两个互相咧脱对方的衫？阿伯，我无想要回答你这款无聊的问题。我嘛无想要甲你的糊涂做辩解，阿哥，请你小可用你的常识来判断一下。我的巴肚已经五个外月啊，之中下半身的伤也未好，请问你，阮是要安怎做些未见效的代志？爸，你即马无话通讲啊吼。爸，本来这样代志，我啥物话拢无想要讲。阿姆哥，你阿那讲，伊看到我家家伊做啥袂见效的代志，这第一时的时阵，伊就向阿妈塞弄过，结果阿妈当场伊就走来看，结果发现是误会一场。你若是不相信，你即摆会用去问阿妈。敢那耳空轻，听小林乌白乱讲，就走来遮乌白骂人。好佳哉，阿妈叫你落台啊！啊，若无，超人这个王国，早晚去让你这昏君败了了。这个超人有啥物关系啊？你莫有白牵拖好无？啊！你又搁骂恁查某囝要创啥？家己先做唔对，还无代无志走落来塞圣地，即马搁有面伫骂人。阿姆啊，你唔通怪阿伯啦，这一切罪魁祸首并唔是阿伯啊。我想哦，一定是迄个林恩啊，讲甲伤严重啊，阿伯才会这尔生气啦。误会一场嘛，解释清楚就好啊。阿伯啊，你敢要坐落来？甲阮做伙讨论，志忠甲家己伊要订婚的代志啊！我无遐尼侪闲工啦，恁继续在遮慢慢咧讨论。真正是莫名其妙呢，大家欢欢喜喜在讲订婚的代志，伊就要走来乱。照我看，下当发布一道临时命令，让伊做咱娘家新就任的老番等。志涵，恁下当安尼讲恁爸爸？拄则我爸爸的态度，甲伊所讲的话，你莫放伫心肝内。袂啦，啊，就亲像文婷所讲的，只是一场误会尔啦。文婷，你敢有无认为阮爸真正是老番灯？是有一点仔啦，要么这个话私底下讲是会认识哦，若是伫遐时段面头前讲，伊会感觉真诚意哦。就算讲家己甲哥哥真正有安怎，这嘛无虾米啊。人拢已经要订婚啊，就算阮困做伙，哪有要紧？志涵啊，你敢想要像志忠甲家己共款，先订婚再讲？我无爱，我想要直接结婚。你咧？会当直接结婚上好啊，而且愈紧愈好。要么我是咧烦恼，以我目前的状况，要饲伊半个查某囡仔，还阁会用钱。要饲你，恐惊较困难。你是惊我熬开钱心？你用的物件本来就较讲究，嘛较贵啊。你放心啦，我会用我家己的嫁妆饲我家己，绝对袂增加你的负担。你的嫁妆是当有偌济啊？这我嘛唔知影，啊，不过阮爸妈绝对袂亏待我，虽在因体，绝对比你所想的较济。姐，安尼唔好。安尼，袂输恁爸爸妈妈搁咧饲你，毋是我咧饲你。啊，那无，我嫁鸡随鸡，嫁狗随狗，较欠命啊。我袂让你这样委屈。
也毋过，这火山就无啥可能。啊，毋过安怎？你讲看卖。姐，我向去想着，你的嫁妆，但是乔林手头即马所有六成的年龄的股份，意义都无共款。一方面，我都未去用着你的嫁妆，我感觉是我咧饲你，我都未感觉歹势。另外一方面，连庭就会当完完全全属于咱两阿母的，咱会当为家己事业咧拍拼，建立家己的王国。你感觉安尼安怎？我嘛感觉真有意义。姐，你敢会当找恁爸爸参详？伊愈来愈讨厌，我才无想要找伊参详。而且嫁妆的代志，不如找阿妈，较直接嘛，较简单。也无你敢方便讲？阿妈今晚应该还袂休困，来去找伊。等下，我是想讲哦，我甲你做伙出面真碍着，不如我伫遮等你好啊。蛮好啊。那门是倒位对不起你。即摆常常关门，我都感觉我用脉袂畅快。我看我真紧就得着密室恐惧症。安娜，这间厝这么大间条，而且阮大家在这住这么久拢无安怎？是安怎你特别有问题？不是我特别有问题，是我有特别的遭遇啦。你敢知影？每一届恁早顿食煞，虽然拢去上班了，卡匠伊都把我抓去佛堂陪伊，袂输要把我关起来同款。安娜，你安尼讲就唔对啊！你伫厝内面本来就应该加陪卡匠，加友好卡匠啊。冰春，唔是我无想要友好卡匠，问题是每一届伫学堂内底，卡匠唔是叫我念经，就是叫我抄佛书。若继续安尼去哦，免卡匠替我算命，我嘛会知影我家己会有啥物下场啊啦。啥物下场？两个可能，一个就是气消，另外一个就是出家做尼姑。安娜，你敢毋是捌一寡紫微斗数？啊，无安尼啦，我替你去甲卡匠参详一下，请伊后摆教你紫微斗数，安尼你的生活是毋是会较趣味？紫微斗数，迄若是有趣味，我都袂干那捌一点仔尔。所以，我甲你拜托一下吼，你千万毋通假报，伊若无，我干那是提早起笑呢。啊，无安尼啦。你着忍耐一段时间，等下我正式退休，我着用逐天咧厝诶，甲你做伙陪卡匠，安尼你着袂无聊啊。我袂，连你拢退休啊，安尼阁是真正会无聊。啊，无你到底是想要安怎啦？我想要转去乔林上班，我爱你替我安排一下。不过即卖乔林已经毋是我咧做主啊。冰春，你是今任诶总裁，嘛是现任总裁诶特别顾问呢。叫你替我安排一个工作，敢讲有遮尔为难？问题是即马超人，拢是美华咧掠主意。你想，伊敢有可能会让你入去超人？我毋是要求要做董事，或者是做副总裁职位。我想应该无啥物理由反对啊。冰春，你放心啦。伊为着要表示伊真有风度，表示伊毋是假长鸟仔多，我想应该真紧就会答。好啦，我替你去讲看麦。我含你做伙去。敢有这个必要？你就当作小娃出去喘一口气，享受外口的空气嘛。